彼此的网络印象是什么呢？推人下楼。哦，心月。然后我想，我们不来问一下王心月，你觉得呢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好好说。我知道，我跟这个，我想一个特别适合他的形容词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多酸！好，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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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没办法，莫名其妙，没办法去接受，接不住他的话，对。那请被大家调侃是又惨又坏的人设，眼前亲恶女的片段过瘾吗？有一些时候是感觉还挺过瘾，重新来过之后的花钱是正当防卫，但之前的花钱其实不是，他其实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目标，他自己的私心，他会去用尽一些手段去做那些事情，但是那不是对的啊。